我现在进了那个教堂里面的那个餐厅啊，这个他妈点了一条鱼23欧元，我操，然后点了杯饮料，我估计这一顿下来给200块钱人民币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墙上装修的不错，然后里面人很多呀，他们有个婚礼。这个我以为是那个萝卜丝儿，那个菠萝丝儿呢，其实是个桃子。哦，这是它的这个环境，环境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里面是这个，他们今天是婚礼，这是一个卫生间，这么黑啊！这婚礼还是很屌的，我看很多人在里面。现在就等着他说给15分钟，然后就能吃饭了。